片来源网络第一位。张萌是内地女演员、歌手、平面模特。2003年因出演个人首部电影《金都1943》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2011年凭借《都市言情剧下家三千金》中的杨真真一角而被大家所熟知。当时的张萌清丽脱俗，给人的感觉如沐春风般的养眼。然而走红后的张萌却因为陷入一段感情中无法自拔，变得不自信而去整了容。整容后的张萌气质全无，整个脸变得很僵硬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清新自然。笑不想笑，哭不想哭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图片来源网络第二位。李小璐是内地女演员，16岁凭借《天谕》而获得金马奖影后。因《都是天使惹的祸》中的小护士林小如一角而被更多人熟知。李小璐早期的时候长相清秀，就如同一个精灵一般可爱，而五官也是无可挑剔，气质淡雅清新。不过走红后的李小璐不满足于外界所定义的可爱清纯路线，追上潮流的步伐，变身哈韩一族，整成了都市的大双眼皮，变成了网红脸。其实不整容的李小璐已经很好看了，可惜如今的面部变得僵硬。图片来源网络第三位。黄夏慧是香港艺人，曾在粤剧团《七月》与电影演出。年轻时候的黄夏慧长得很清秀，绝对是一个大美女，据悉身边有很多追求者。而后来的黄夏慧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，为了抵抗衰老的来袭，就跑到医院去整了容。黄夏慧堪称是第一代整容女星，当时整后的效果还不错，但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，还曾被商人刘銮雄冠以便衣之星的外号，指他专门出席艺人的丧事以博取眼球。据悉当时香港的翔哥去世时，电视上天天见得到他，后来有观众打电话去投诉，说家里的孩子被他吓哭。图片来源网络第四位。萧蔷，台湾模特、女演员、歌手、作家，年轻时候是台湾第一美女，风华绝代，性感妖娆，如出水芙蓉一般的美貌，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然而萧蔷为了留住容颜，也一度跑去整了容。整容后的萧蔷脸部变得很夸张，嘴角歪斜，表情变得很僵硬，其实本来可以优雅的老去，奈何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。图片来源网络第五位。乔斯林威尔顿斯坦出生在瑞士洛桑，17岁时开始和一名瑞士的电影制片人约会，是一个富有的社交名流。因为他多次整形手术而一直被报道整容后的惨状，被称作狮子女王或猫女。据悉威尔顿斯坦这些年来花了$393.38万在整容手术上，他尤其钟爱丰唇术，嘴唇一再膨胀变成了两条腊肠，还别出心裁的通过拉皮手术把眼角上提，打造了一对活脱脱的猫眼。由于高频度的强制性整容加上术后副作用，他的五官已经千疮百孔，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。网友表示真像一个魔鬼，真是 get 不到哪里美了，晚上出来真是吓死了人不偿命。虽然整容已经普及，